準則合作單位點樣去選擇呢？其實跟我以往識朋友差唔多嘅，因為平時我咧好少出街話會啊去食個飯啦、啊。就算林海峰都話，你都唔知係咪 friend 嚟嘅，幾廿年咧真係未同佢食過飯喎。因為其實早期嘅軟硬日日都喺商台對住嘅，唔會特登話喂今日放假，邊有假放嘅？一年365日都係晴天啦、啊、晴天啦、啊，一係就半溪啦、啊、半溪啦、啊，咁對到嘔噶啦嘛。咁甚至乎後期我離開商台啊，做其他嘢咧。更加冇呢啲出嚟，喂，出嚟食飯啦，出嚟飲嘢，即係隔離呢啲就唔係噶啦。我見佢啲時間表咧，一個月裏邊咧係兩日做嘢，28日係飲嘢啦、傾嘢啦、講嘢啦，水人嚟嘅你係嘛？水性，咁我唔係噶，我成日匿埋喺個山窿自己做嘢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做朋友好多時係突然間諗起一啲朋友咧，早10多年前咧，我好想去台灣啊，探張震岳啊，我唔會係因為請大假話。我想請大家，邊有大假嘅啫？個世界啊！我諗一個 project 就可以捉埋阿肥仔彪啊！我哋準備踩單車，為一個電視台拍一個環島踩單車台灣啦，然後住民宿嘅節目，咪可以玩一個月咯！耶、yeah! ！公司可以放我去咯！耶、yeah! ！咁咯，咁我係會喺工作上邊同啲朋友咧熱火下氣咯，即係好似約腳打麻雀咁啊！做嘢上面容易交到朋友，咁所以識朋友同選擇話我哋嗰啲工作夥伴差唔多。咁你朋友同埋今次嘅合作夥伴會點呢？我諗最容易令我好吸引望住嘅咧，工藝 craftsmanship， 即係我唔知咩叫藝術，但係我好欣賞一啲好認真係慢慢喺度雕花嗰啲啊，即係後邊有個冇乜頭髮嗰個人咧，揸住支0.3係咁篤篤篤篤篤篤。針灸啊！你做乜嘢？冇，我要油一幅牆，佢唔用油掃，佢用支針，篤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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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黐線嘅米雕咩？但係佢又即係又吹佢唔漲，佢又做到一樣嘢喎。咁你會好欣賞一啲人好專注地、好認真地去準確地去表達自己，而又好自而不捨 consistent 嘅 craftsmanship 工藝嘅嘢咧，我係好欣賞嘅咯嚇。點樣為之嗰、那個你唔餓，你就唔會珍惜嗰片肉。點樣令佢最好味，即是腐肉，係咪？我唔單止要依圖，我仲會令我覺得唔覺得佢腐啦？點樣變呢？我諗係由細個我哋資源缺乏，唔係大家攤喺度霍金咁。阿媽，我要對 Nike Air Force One 第二代，阿爸即刻俾2對你添。我哋冇噶嘛，係體育堂個白飯魚著舊咗啦。夾硬整黑啲先，等阿媽買對新嘅時候咧，就攞舊嗰對咧，就揾完珠筆畫。你想要一把刀啊、三間啊，自己畫對波鞋出嚟噶嘛，係咪啊？咁然後我諗係當你咧肚滿腸肥啊、國泰民安啊、天下太平，冇乜人嗰個爆發力會咁強嘅。我掛住喺馬爾代夫吹下風啊，褲浪底好舒服咁樣啦，係咪啊？我想很多時的創作藝術家 Hip Hop、啊、Rapper 都是在一個 Under Pressure， 然後他很想得到，而或者他很想講，我沒有渠道講，他用他的工具、啊、他的張紙、一幅畫、一幅相、一把聲、一個音響去表達。所以我想你記住，所有來買的人盡買 Stay Hungry 然後 Stay Sexy，咁你就會好爆發，你係一個藝術家。咁我諗個靈感同埋我細個成長啊個養分係嚟自唔會有咯。七兄弟姊妹，你自問啦，你細細個會嬲阿媽一陣咯，諗諗下唔會唔係喎？如果阿媽帶我哋七兄弟姊妹一齊出去睇戲，都幾金喎，7張飛喎，係嘛？一齊大家利是打個黑超去睇餅，哇，成7喎！
所以以前我哋成日要谂方法令自己病之后咧，嗱出身汗冇事噶啦，焗一焗佢系咪啊？或者咧就唔知跌损咗咧，就唔知道啲豉油啊。总之有佢哋嘅方法咧，民间方法啦、啊。我哋而家所讲喺香港，如果我想有一啲作品表达，有个声音想嗌出嚟，其实冇地方咧。是没有的嘛，是即是好像原住屋村那样，你是得个柜桶里面，无论你日记好利是钱好，不要给哥知道在后面要整个暗格。那条绳吊回个柜桶尾那些利是出来，不要给哥呢夜晚偷了你的嘛，是吧？一个柜桶就是你的世界，就是找空间去变成你的隔板啦、私密的地方啦，是吧？好阴功的，要争取的。但是有时因为这样的压迫啊，同埋冇 budget 冇資源底下，你先至會發揮你個方法而得到嗰件事咯。而家唔係㗎，而家單攤喺手，你已經攞到副電子遊戲機啊，係咪啊？大富翁啊 ，LEGO 啊，模型啊，超合金啊，以前冇噶嘛。我嗰個大富翁係自己揾報紙，仲係成報啊，我記得係用成報夾硬揾啲張糊張硬佢，然後就透咗啲密史出嚟啦。咁啊冇乜嗰啲廣告彩啦。因為盧作堂嗰啲廣告彩好慳家噶嘛，櫻花牌咁溝得好稀啊，遮唔到啲密史啊，自己喺上面再畫嗰啲界。你條咩街啊？阿街老街，我要羅漢街，任你作咯。然後就係而家整啲假銀紙同隔離屋嗰啲玩啦。咁我就收錢，我租俾你哋玩啦。租個大富翁俾你，哇！我正啊啲大富翁。嗱，如果要你個名咧，嗰副我要加多5毫，租一個鐘。哇！大佬5毫子買咗支歌啦，噶啦，生意你知唔知啊？